大家晚上好，然后欢迎来到93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喜欢看跳舞哥哥点一下节目预告上面五星午休嗨饭店的预约，还有 YY 好舞蹈的那个第二季的预约。然后喜欢我的哥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还有关注，然后哥们把星星点一下好吗？把星星点一下，谢谢。然后那我们就开始跳了啊，跳个这个吧，看球，这边没有球啊。Are we about to get it just a little hot and sweaty in this room? Baby. Ladies, let's go. Soldiers, let's go. Let me talk to y'all, just, you know, give you a little situation. Listen. You see, get hot every time I come through. When I step up in the spot, make the place sizzle like a summertime cookout. Proud for the best chick, yes, I'm on the lookout. So banging, shorty like a belly dancer with it. Smell good, pretty skin, so gangster with it. No tricks, only diamonds under my sleeve. Give me the number, but make sure you call before you leave. I know you like me.I know you do. I know. That's why whenever I come around, she's all over you. And I know you want it. I know you want it. It's easy to see. It's easy to see. And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I know you should be on with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a freak like me? Don't you? Don't you?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raw like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fun like me?有点累，有点累。
他现在不是不可以露纹身吗？露纹身就逼累。我肚子上那是创口贴，然后我给把遮起来了。然后那个看舞蹈就来九三，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想看跳舞哥哥，点下那个节目预告上面的五行五秀嗨翻天的预约，还有 YY 好舞蹈第二季的那个预约。然后喜欢我的哥哥，点下我的关注，还有直播通知。然后哥们把那个星星点一下，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接下来再给你们跳一个舞啊。把星星点一下 ，Thank you。跳一个，哎呀，我那个音乐呢？等一下啊，跳这个。We run this club.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后雨，随风飘去无踪影。看不到就来993，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想要看跳舞哥哥，点一下节目预告上面五行五秀哈翻天的预约，还有 YY 好舞蹈的预约。然后下一个麦序再跳吧，好吗？我那个纹身的那个东西露出来了，正好我那个今天有点不舒服。下个麦序给你们跳拖拉机啊，乖哦，哥们把那个星星点一下好吗？各位点点心，今天的心情好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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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韩一哥点的心，然后喜欢我的哥哥喝多了，我在家喝了两瓶熬了过头过来的，我都想把我这个妆给卸了。那个喜欢我的哥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还有关注。感谢大哥大跟班哥哥点的心，然后跟把星星点一下，哇哦，你们的手速好快呀！然后我就不跳了啊，下一个麦序再给你们跳。卸妆，卸妆的话，如果卸妆的话，那这边应该就是鬼片了，吓死你们！今天是鬼节，你们不怕吗？不怕的话，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卸一个。啊，在哪里点关注？在那个直播通知在这边。右下角，左下角，这是左还是右？然后那边有个直播通知，点一下。素颜最美，我素颜估计能把你们把你们都给吓倒一片。哦，那是右下角，对，在右下角点一下。哇，你们的手速好快呀！感谢小五哥点的心，感谢哥哥们点的心。然后喜欢我的哥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还有关注，然后。看舞蹈就来993，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想要看跳舞哥哥，点一下节目预告上面五行五秀嗨翻天的预约，还有 YY 好舞蹈第二季的那个预约。不怕吗？我跟你们说，我自己看到都怕，我自己看到我卸妆的都怕。我跟你说，别说你们不怕了，我怕我看到了之后，我都受不了，好吗？我都要自己给自己一巴掌。我怕今天不是鬼节吗？我怕我把我自己给吓着怎么办呀？你们不怕我怕呀？把声音关小，我们聊会儿天吧啊。对，有人说灯关了都一样，管他怕不怕，灯关了都差不多，是吧？下一个麦序再给你们跳好吗？美美一盆水，你泼我一盆水，我就吓你。正好今天是鬼节，小心你们后面有人哦。不，一会儿你们睡觉的时候，我就钻到你们被窝里，给你们吓一跳。我不怕。